就是。有一个什么胶带可以这样贴着？贴这个吗？就让它不会一直乱跑。对呀、啊，看起来没有差太多。有吧？它比较窄一点。微差。一点点。你知道差多少啦？这图差很多耶，这至少是三倍、两倍、一倍、一二三耶。他怕你看不懂啊。跟他三个要画一样的。这完全差那么。对啊，这个最小的，这太大了，这个已经是二了。你是用七根九？对啊，我用七根九啊，对啊。这个七太宽了。五。那看来都玩完了。下班了。四是什么鬼啊？玩四，四 A 跟四，超快！哇！噔噔噔！这是什么起飞的东西？这个是一二。起飞。那我用 C 是会起飞三次哦。起飞三次。对啊。三啊，看起来有点紧，救命！就这个、啊，长得跟我一样，不一样啊，就是不一样、啊。这个小的比较多，那个有小，这个是平的，这是平跟凸，平跟凸，那是小凸跟大凸。
这一条线是出了什么意外。这个线头也太多了吧，剪掉。哇，什么酷东东，超帅耶。那是更厉害的缝纫机，会有200种不同的编织方式吗？你就可以买电脑的，有电脑就会有荧幕。啊，这么酷，哇，太帅了吧，魔法师耶。可以买10万块的缝纫机，它就会。那你就可以有小熊维尼的图案在上面了。它还可以帮你刺绣吧？啊？啊？这么酷！下回。太帅了吧！不魔法师。要把你的内裤三个洞缝起来。魔法师，它就变一块抹布哎。那就真的变一块抹布，太赞了吧！双层抹布，太赞了。是要看吗？